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贤国。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一款呢是徐工 XSL5-260 水井钻机。这台钻机的钻孔深度是500米，最大通过直径是400毫米，最大提升力达到26吨，它的主驾行程达到6.6米，最大扭矩是9200千牛，最高转速是每分钟190转。 配备康明斯113千瓦发动机，最高行驶速度为每小时2公里，最大爬坡度为39度。这款钻机的工作尺寸是长4.4米，宽3.2米，高是9.3米。它的运输尺寸是长5.95米，宽是2.1米，高是2.63米。整机重量是12.5吨。整体来说，这台机器配备康明斯动力。 性能稳定，故障率低，可以实现高原作业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，它微调旋转转速，可实现大孔径微桩基础的施工。